这是为了续新闻而做。麦在这里吗？在这边好不好？我还是会好好的唱。今年我就是设定它为 Ella 的戏剧元年，但并不代表我会放弃其他的事业，比如说好比唱歌，我还是会唱。你看《心不名状》多好听，曾为爱融妆走心肠。你看，马上来。天籁，我没有封麦，好不好？麦在这里，在这边，好不好？我还是会好好的唱。今年跟姐夫一起就是要闯事业，那当妈妈这个职位怎么办？妈妈这个角色，讲到这我就会有点心塞，疼啊！因为最近静宝啊，因为我们前阵子有时间的时候，就尽量带他出去玩，他就全然的都是你知道，只有爸爸妈妈这样跟他跟在陪，每天陪他一起吃喝拉撒睡的那种。回来以后呢，就是工作就开始马不停蹄了。静宝就有一点觉得我的陪他的时间变少，所以我在离开家门的时候，他都会给我来个哭闹，然后他那种一直被抱走，然后又不行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，有时候我会忍不住，他说好，那妈妈再抱你十秒钟。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他就觉得哭闹有用，然后他就会一直哭闹。然后我老公就说：“你看吧，你就把他养成这样。”所以其实我的心也要狠下来。但静宝你也得学会，没办法，你妈就是一个 superstar， 好吧？啊，你既然有这样的妈妈，那你就得接受，妈妈有时候不是全部都是你的，妈妈也有自己的梦想要努力跟完成，妈妈也有很多粉丝要交代啊。你们可以剪这段吗？算了。